七七到十三，尽量加以欢乐教会举行内选的活动。因伫遐要进行阿玲营，也是独孤老人环境的清扫，也是伫家己基督教病院的病房，伫遐来进行诗歌甲画画的分享，甲诗歌报道等等侪侪活动。所以咱要伫即时为着因来举行一个催更式。伫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。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安尼讲，当伫大个厝内，伊个器具唔啊有金个、有银个，银个就是银个啦吼，也有柴、有土个，有个做贵气个路用，有个做下贱个路用。所以人若清气家己脱离遮个。就要做贵气的器具，真是合伫主人的路用，便便通做各项好事。用这两节来含咱的青少年来互相勉励。恁拢病患病，我相信恁拢伫前即一两礼拜学期结束就开始无法要变过啊。拢病患病，要来去烦恼，要伫遐来服侍。我望恁所做，会伫遮个时间，得到咱三位一体的主上帝的接纳，成做金的、银的、真贵重的服侍，也当用工资，也当利益的证明。我只是要来为着恁欢手做切恳的祈祷，请咱会众拢起立，咱做伙。主管感谢你，在你的稳定里面栽培这阵大约有二十位的青少年，在这个大的厝内，就是你的教会里面，在这来成长，也让因每一个人拢有机会，有真多学习，搁得到真多真。真水，通来服侍的恩赐。那主啊，这些少年人，因愿意将所领受的摆列出来服侍，特别为着较无资源的教会来服侍，为着伫病院遐的儿童来服侍，也为着伫社区内面遐的独孤的老人来服侍。主啊！阮将遮个少年人找起到伫因个中间，是要照主你个旨意，予因来做你所教导个事工。愿你个神甲因三脚之地，每一工保守看顾带领因个路站，若保守因出入拢平安，保守因心灵拢平安，保守因所做一切工，拢会当因跟上帝里个正人，伫遐有真水佮真好个果效。愿一切阳光拢归伫主里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非常请坐，阿兰姐，请上台面，我过来。因即阵，即阵要来献诗，要来唱一首诗，叫做《入我心》。用即首诗，马克一遍来表明因的心志。
我们提到我们教会进行七天的这段时间，虽然我们只是一群青少年，年纪不足轻的，无啥物经验，无原在，但上帝的信心跟阮同在，阮就无惊了。因为有上帝稳定临到阮的心中，阮就要得胜。只是阮要用这首诗歌入我心，阮求信心临到阮的心内，坚固阮要所做的一切事物，互阮勇敢为主追求。